昨天晚上我听见你说，听见你说你根本就不爱我，我还听见虎妈说，她说你跟任杰你们两个才是相爱的，而且爱得很深。你懂得什么是爱吗？我懂得，是说爱就是舍不得，爱就是不能没有的。老师还跟我们说，老师爱祖国，爱国旗，爱爸爸，爱妈妈。你跟人杰那么相爱， 你肯定舍不得。我知道人杰不能没有你，你也不能没有人杰。对不对？现在就拉着你，我拉着你去找葛文杰啊！停止，我自己去。我送你去。万一被一些人给看见了，你怎么跟陆家还有杨家交代？爹就送你到这儿了。啊，你等一下啊。在外面好好过日子，别牵挂我们，啊！来，怎么会那么沉啊？里面除了一点衣物之外，就是庄票和一些金条。庄票呢，是给你们在外面过日子用的；金条啊，就当是爹给珍珠的聘礼吧。你要设法让珍珠还给陆家，你们好安安心心在外面过日子。我，哎呀，这做父母的哪个不希望自己的儿女过得快乐，过得好啊？你说是不是？
处处为儿子着想，儿子却那么的不孝，让爸妈承受那么大的压力。我这么一走，爸跟妈就要承受杨家跟陆家多少言语，多少外面人的闲言闲语。我不能就这样子走，我要回去跟杨梅仙说，我要跟她离婚，我要跟袁珍珠。要是梅仙她不肯呢？这事情闹得开来，到时候你想带珍珠走就难了。别管那么多了啊，好好过日子。以后有了儿子，有了孩子，来信告诉我们，我和你妈去看你们。曾经拥有爱的瞬间，你这个不知羞耻的女人，你不要打我媳妇。流泪的妈，你别打，你打我媳妇，打到头上为止。媳妇不要打我媳妇，打，这你先打。付出的真情，有本事你就别回来，永留在我心间。爱恨即是情缘，思念靠不到这今生。是项链好看，不是好看。多好看！聪明。媳妇儿，你是我媳妇儿。你真懂得。曾经爱的无悔。我懂得，虎妈告诉我，媳妇儿就是我以后孩子的妈妈，需要我一直一直用心疼，一直一直去保护的。虎妈还跟我说，媳妇儿就是要跟我一起吃辣的，吃酸的，吃甜的，吃苦的，需要跟我，需要唯一相应的。思念不这今生的对，我妈还跟我说，我要一直对我媳妇儿好，不可以欺负我媳妇儿。媳妇儿，我会一直对你好的。我真的会一直一直对你好的，你不要离开我，你不要赶我走，好不好？我真的会一辈子对你好的，媳妇儿。你不是告诉过我，二虎的妈跟你说，你要永远对媳妇好，不能欺负媳妇，不能不要媳妇吗？那你现在为什么不要我了？不是我不要你，是你要离开我，我没办法。可是我是你媳妇。
可以要求我留下。可是要是那样的话，你就会不开心的。我不想让你不开心。那你就不怕我会变成小狗吗？大狗狗骗人是小狗。我已经问过二虎了，二虎说呀，光打勾勾没有盖章，那不算。而且我会帮你求菩萨，我会跟菩萨说，我说，珍珠是个好人，你一定要保佑他，你保佑他不能让他变成小狗狗。怎么会是陆天志载你来的？怎么了？我不打算跟你离开了。为什么？这些天我已经记性消耗了，我们不能这样太自私。你已经娶了杨明星为妻，而我已经嫁了陆天之。虽然说杨明星他不应该用这样的手段拆散我，可是毕竟他是爱我的，而我的天之他就更加的无辜。我又怎么能因为我自己的幸福而弃他于不顾呢？那我又与杨明先有什么区别？更何况你有你的父母，我也有我的兄长。让他们痛苦，让他们遭人耻笑。如果将来我们的孩子让人说成私生子，我们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，我们又有什么幸福可言？你的决定是让我们两个的爱埋在心里，让我们两个各自回到自己的婚姻当中，让我们含着泪忍着悲过下半辈子。既然我们在一起也痛苦，分开也痛苦，那我们又何必要服人？既然我们在各自的婚姻里
忘记彼此吧。你终究还是那个被我爱惜的任珍珠，你终究是我心爱的任珍珠。不愧是我葛鼎金的儿子，只是可惜了，这么好，这么善良，这么明事理的一对璧人，却硬生生的被拆散了。唉，是我们葛家没有福气啊，没有这个福分，纳珍珠做媳妇儿。儿子，现在你就只能够记住和珍珠的最后相约，期望你们来世能够做夫妻，而今生呢，你们就只能够各自守着各自的婚姻，建立各自的家庭，好好的过日子吧。忘掉过去的一切是是非非，忘掉珍珠的好，忘掉梅仙的不是，忘掉这一切，一切彻底忘掉，永远不要再提起了。爹希望你和梅仙这辈子能够恩爱相守。Thank you.
不跟人接走了，应该高兴才对。我以后要跟天之小爷为命，永远都不离开天之了。送给你。你送给我的，好漂亮啊！去试试。元杰。你看呢，好看吗？好看，衣美人更美。仁杰啊，你为什么突然之间对我那么好啊？为什么？那是因为我已经把心里那坛放久了变酸的酒全倒空了。交杯酒吗？
二虎和天使买吃的，结果他们俩人把车弄得撞了一个人，结果保安队就把天使给带走了。我找了半天都没找着。喂，妹子，对不起，真是太对不起了。这个先生的医药费全都由我们来负责。另外，我再买两罐奶粉和一些水果，向您赔不是了。这都是我们的不对，真是太对不起了。 行了，没受什么伤，这点小事儿，这事儿啊就这么算了吧。对，回去吧。这别呀，你我们队长说了，回去吧就。大生，送这位先生回去，记清楚地址啊，方便陆少爷后续的赔偿。陆少爷，走吧。走走走走走走吧。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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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。 坐坐坐，没事没事啊，自己人，没事，坐坐坐坐坐坐。安平，到茶。不用了，我们还要回去筹钱，另外还要买点东西。说什么？就这点钱不是，我先帮你垫上。安平，你先给垫上。我垫上。哎哎哎哎，不，这怎么能行啊？有什么不成的？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我说了算。 哎，陆少爷，哎，你喝茶吧。不，你喝。这位是您大哥？不是，他叫郝大虎，是个拉车的。那个陆少爷拉的车就是他的。郝大，对，就他。我说你怎么能让陆少爷玩你那辆破车呢？ 今天多亏双方是别人，如果是陆少爷，我看你怎么收这个场。到那会儿，我非撬了你的车牌，再关你三个月，让你一家人都喝西北风。队长，队长原谅我错了，队长原谅啊！这事不能怪大虎哥，全都是我们不好。是天志没有经过大虎哥的同意，擅自拉他的车载客的，是天志的不对。 我要赚钱啊，是你跟我说，二虎嘛，咱们住在他们家，会给他们增加负担的。所以我们要赚钱，给他们加餐。我就是要出去赚钱买菜去。你都说了，不用赚钱了。二虎跟我说，我是个男人，是男人就要赚钱养家，养自己的媳妇儿。对啊。多嘴。别打二虎。我怎么觉得这事儿有点奇怪呢？ 哎呦，妹子，你怎么了？哎，你是不是吃东西把肚子吃坏了？啊，大妹子，大妹子，你是不是有喜了？啊，什么叫有喜了？啊，天真，你就要做爸爸了。我要做爸爸？也不是，看你媳妇是不是晕吐，是不是害喜？啊，大妹子，你赶紧走吧。大妹子，大妹子，大妹子，你说这个陆少爷跟他媳妇。 真的住在，好大虎家里啊！大妹子，而且还请到了一车夫。我觉得这事儿也给陆会长打个电话，来了解状况。这万一要出什么事儿，办砸了，你我吃不起啊！大妹子，大妹子，行，你给陆会长打个电话，跟他说这情况。 珍珠，你用不了几天，就会乖乖的回来跟我们低头认错。那结果呢？这两个孩子也是。
就像两只小鸟，一离笼就飞得无影无踪的了。这都冬天了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嗯，是我。什么？他在哪儿？谁呀、啊，老爷？把他给我关起来！关起来！把谁关起来？把陆天志给我关起来！天志怎么了？啊！绝不能让他到大街上给我丢人现眼！天志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帮他！你们谁帮他？谁留他？就是故意给我陆衍勋为敌！怎么回事啊，老爷？对。我就是要让这个孽子孽媳妇无处可去。对，你们谁也不许帮他。啊，会长，你放心。啊，明白。那我们就先回去了。你们带电的款项，我们会尽快归还的。不过，可能要给我们几天时间。这点小钱甭提了啊，不还了。好的。谢谢啊，谢谢媳妇儿，咱们走吧。哎，等等。嗯。陆少爷，对不住啊，你还真不能走，我呢还得把你拘留几天。哎，干嘛？你疯了？干什么？陆国成没死。什么？陆国成没死。对不起，我们刚刚跟陆会长通过电话，奉陆会长指示。得公事公办，不可以徇私，所以呢，恐怕要留陆少爷在咱拘留所里待上几天了。嗯，等确定伤者无大碍，没有内伤，没有脑震荡之后，再行放人。这够了吧？媳妇儿，怎么了？说清楚，说清楚，媳妇儿，就你呢？少奶奶，还得跟您说声抱歉了。陆会长还指示，不许我们帮你们垫任何款项，所以呢，你得自己筹钱付清伤者的医药费和各种款项，我们也才好放人，才可以结案。媳妇儿，还有你，你将车子交给一个未依法登记为车夫的人作为营业性使用。造成了车祸，导致客人受伤，严重的违反了人力车夫的管理条例，所以我们必须扣留你的车，注销你的车牌，注销你的执照和人业登记。这，我不都说过了吗？这事儿不能怪大虎哥，是天智他伤了人，造成了车祸，车主怎么可能没有责任？我告诉你，你还必须得接受处分罚款，开单，罚他5元。看什么呀？罚你呢，我到哪儿找5块钱去啊？那是，没有交警罚款之前，人不许离开保安部，直到交警罚款人才可以走。你现在呢，就跟陆少爷一起留在保安部。这，爸，没事。这。连个儿媳妇都治不了，这不，过来求我了不是？爸，可他也就是跪在大门外，不求饶也不认错，他还倔着呢。你让他认错，认错他也得当着我和你妈的面儿啊。那你让他在外面搭个戏台子，哦，唱给门神听啊。哼。那，就让他进屋吧，让他给咱俩低头认个错。赶紧让保安队把天智放回来吧。别急呀、啊，妈。让他在外头多跪一会儿，正好压压他的气焉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有什么气焉？这外面还下着雪呢。难不成你想让你弟弟一直在关在保安队里啊？爸，你们心疼他们，他们不心疼你们。你看在祠堂里，他们是怎么气那二老，把他们给诓的。终究是自己的儿子儿媳妇，
你还能记他一辈子的仇啊？那就让他进屋。娟儿，把少奶奶请进来。少奶奶，老爷和夫人让您进去呢，快起来吧，少奶奶。少奶奶。生一个跟我小舅子一样缺心眼的孩子，这个可不好说。哦，那就是说有可能了。那您是不是建议一下我岳父岳母，还是别让这孩子生下来的好啊？这种话，你自个儿去跟他们说，我可不想跟这孩子结下辈子的仇。您这不是见傻子不救吗？麻烦您帮我儿媳妇听听这个啊。娟儿，